现在是13:17，欢迎继续回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城市之音 FM102.6，这里是城市名人堂，我是堂主刘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特邀堂主来做客的时候了。本周呢，都是一组非常帅气的型男组合，他们叫做 Special。今天是星期三，他们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音乐听我的。CDFM 城市之音，我们是本周城市名人堂的堂主 Special， 我是子红，我是 Teddy。 好的，我们 Special 有在昨天就跟大家预告了，我们今天还是会出现在 CDFM 城市之音。别想这么快摆脱我们。对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想必跟昨天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今天是礼拜三嘛，所以就是派对之歌哦。然后当然第一首还是一样推我们自己的歌啊。哈，这么不要脸。我没有不要脸啊。啊、就那就交给你了。好，我们第一首就是要带来我们 Special 第四张全新专辑 Boys on Fire 里面一首非常非常亢奋的歌曲，叫做 Gloria。 我生来就与众不同， This is our victory Gloria。 猜不到的攻击啊，真的是让你猜不到哈、啊！这样唱的人也是没几个啦，这种唱法的人现在应该都不是线上歌手了。好，那什么啦？好啦，那听完这首 Gloria， 其实我记得我们的团员子琪啊 ，Dylan， 对 Dylan 一直对这首歌非常情有独钟，没错，对他每次都到我耳边一直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那这首歌呢是真的非常它是有一种像是擂台上，有没有？对，拳击台上跟人家就是准备好要就是 fight， 对，要奋斗，然后热挥洒你的热血这样子。那我们用这首歌当开头，代表什么？代表给大家暖暖身，因为之后后面的歌非常非常的凶悍。好，那我们第二首歌就是我们的天后张惠妹带来的。好歹你就来，好歹你就来。How done let you 来唱的可能不是很标准，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张惠妹她的这首好歹你就来哈，这个闽南语的歌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哈。那也很感谢 Special 他们的推荐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Special。 好的，听完这首好歹你就来，有没有一种想要跳起来跳起来跟我对峙的感觉啊？有，那我们先打一场吧。你要打什么？我最近有在练散打。哦，真的假的？练一下，练手。你有在练散打、哦？有啊，可以不要这样吗？我认输。OK， 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认输吧？让我接不下去。对，立马让你接不下去。好啦，我们下一首歌，其实我们的师姐九令啊，没错，九令呢，他这首 Play 有上我们的那个美国的杂志哦，又上排行榜这样子，真的超猛的，真的真的。这首歌的 MV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整个愣住了。没错，对，因为。他有一段是啪把他的外套给打开哦，印象很深刻啦。而且其实我们自己当初也有练过这支舞哦，对，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录我们自己 special 的一个网路节目吧，对，特别节目，特别然后就有特别去练了这支舞，所以对这首歌真是印象很深刻啊。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跳到快落枕，跳到我脖子有问题。扭脖子的那个，对，因为要扭脖子，非常柔软，没错。好，那这首蔡依林的《Play》带给大家。现在呢是13:33，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城市至尊城市名人堂之特邀堂主来做客的时间了。今天是 Special 他们要和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周三的一个派对时间。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有一个心理，就是只要一过星期三就会觉得这一周过了应该有一半了，所以呢离周末也会比较近了。那今天中午的时间，尤其是在你休息和放松的时候，让 Special 再继续介绍几首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和 happy 的歌曲吧。音乐听我的，我们是本周城市名人堂的堂主 Special， 我是 Teddy， 呀、yeah, ，我是子红。对，刚刚听完我们师姐的 Play，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真的非常。其实刚刚那一段就是广告的时候，我自己在旁边跳了，我现在满身汗，我好累哦。那所以现在换我是不是？对对对，你帮我讲一下哦，我真的受不 了。OK， 礼拜三对不对？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好不好？我们带来五月天的《派对动物》。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好的，听完了这首五月天的 Party, 派对动物 Party All Night 派对动物，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是一个我们的电音小天后，叫做什么啊？你不知道对吧？我就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是我推荐的，叫做 Alice Golden 啊、哦，我们的一个英国电音小天后，这首歌算是她的成名曲，叫做 Burn， 马上来听看看。刚才我们听完的，这是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的歌曲哈。那 Ellie Goulding 呢，她其实在英国也有另外一个称谓，叫做这是中国人给大家起的，叫做英国版的曾轶可。因为有的时候 Ellie Goulding 她那个声音有点抖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 Special。好的，听完这首 Burn， 有没有一个觉得感觉好像点燃希望的感觉？有，我被点燃希望，我要回去单曲重播这首歌。哦、因为这首歌的 MV 啊，以及它的歌词其实就是在告诉人们要重燃希望啊，燃起你的希望啊、哦，是一个很正面的歌曲。那下一首歌呢是 Bruno Mars 啊、火星人布鲁诺。这首歌呢，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听过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布鲁诺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时候靠这首歌打下江山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带来他的歌 Just the way you are。 听完了这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又得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是不是？真的是很难过。你也知道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因为我们广告时间太多了，所以我不能跟大家说太多话。 OK， 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还是要请继续收听 CTFM 城市之音的精彩节目哦。拜拜拜拜。